农历春节即将要到来了，相信有许多的公司还有企业已经开始在筹办尾牙还有春节的活动。新北市劳工局在此提供身障街头艺人媒合的服务，希望能够多多的给这些身障朋友演出的机会，在同欢之余也能够一起来做公益。年关将至，许多企业公司已经在开始筹办尾牙春酒，而到底该找哪些团体来表演呢？除了知名艺人乐团之外，现在还有另一种选择。新北市劳工局表示，许多身障街头艺人都多才多艺，不论是乐器演奏、歌唱等等，都各自有不同的专长，而他们也希望能以一技之长争取到演出机会，因此设置了媒合平台，欢迎有需要的公司行号能够多多邀约。尾牙的春酒都已经在陆续展开当中，那劳工局也特别在这一段时间提供了我们身障街头艺人的媒合平台，那陆续也已经接获我们新北市大概几家比较大型的中小企业来的这个对身障街头艺人的邀约，那劳工局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新北市的这个各大中小企业也都能够在尾牙或春酒的这个时节来邀请我们新北市的街头艺人来犒赏员工来演出。科长卢志明指出，近年来公益尾牙和街头表演艺术创造出许多身障者展现自我才能的舞台，而为了推动身障街头艺人就业，去年特别扩大举办全国身障街头艺人甄选，提升身障街头艺人的专业形象，同时希望号召更多企业响应，不论是春酒、婚宴等各类商演，能够多给身障朋友一个机会，在同欢之余也能够做公益。如果有兴趣洽询商演事宜，可以电洽2967-5408。记者杨宝友、赵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